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出招吧！这他那小人蹭蹭跑是你不？啊，是我。你就一个人啊？这不好几个呢吗？碾碎他们！五个人。啊，五个人啊。嗯。这狗头人连闪现都不带，明显是瞧不起人了。我一看呢，严阵以待，全军出击。这谁？我妈。谁问你搁哪呢？契约已签订。搁这儿问呢？哎呀妈！哎呦我的，怎么什么都说呢？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注意点啊，说话注意点。约个一。六个人啊。十个人。十个人。沙漠死神。你以为你不动了就能有用了，小伙子？也算上。你那你别吃，哎，那你就别吃，哎，我不吃你也别吃，哎，咱俩都别吃，对，都别吃。你可以杀别人，我也不吃，你也别吃，咱俩都别吃，别吃。我看你吃不吃？看招。嗯，你吃不吃？嘿、哎、我敲我一下子，让你敲我生了，小伙子。他就真就一个也不吃，发现没？不吃就不吃。吃不吃？嘿、哎、我吃，还敢吃，还敢吃。还敢吃？很明显要来人了吗？什么大爷？奥纳夫，插个眼儿的。我又回来了。一看那狗头人就不对劲，知道吧？你别吃你！腿重腿腿，点燃跳下来晕，再见！这狗头人，这老些兵啊！这样吧，这样子，亏了我一个小饼干。也算上，看不懂还是看不懂。嗯嗯，金刚不知道谁打的。看招，看不明白，他说不知道谁打谁。我妈其实不太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嘿、哎、我狗头人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出招。他自己跟我说的，他说他不聪明，但是我很聪明，但是我很聪明。呀，我为什么带饼干了呀？
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应该是变异了。吃炮车，别吃，还要吃车？我看你像车。这狗，哎，他们这人真是啊，就宁可就一个刀也不补，也不可能说是就跟你打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还玩啥呀？你说你天生你就比我少这么多兵，那奥恩那把我补八十刀，他补三十刀，我们打野一来，然后他害死。干啥呢？这没那么玩的。像这种就应该怎么办？就应该硬推，知道吧？把兵线推进去，扛着推。你不能，你天生你说你让你就一直让人家卡在这里，那能行吗？那劣势的有点太大了。这种就基本上就相当于是崩盘。看着。你就应该说是什么，要么呢找打野把这兵线推进来，要么你自己就组个异技能啊，把它推进去，多买几瓶药。现在我们六级，马上快起，这狗头人五级，十六个兵，十六个兵。要不然你下把来把狗头人，我来狗头人对线没问题，我就怕那英雄吧不好带，太笨了。你在草丛里吃线儿，上哪去了？这狗头人人没了，十六个兵，七分钟十六个兵，人家家上单五十四个兵，差多少钱？我允许你在这里吃了吗？锤！你这波我塔下不杀你，我都对不起你这十六个兵。我就换他，我们都是血赚的。没想到吧？我又锤！等枯萎没了的，他升不了六级，他的等级没有那么快，直接上去干他。你不用你跟我在那要数啊！你跟我在那要住他也没有用，我不可能让你吃。跟我塔下要圈儿。吃个炮车经验，溜溜球。那么请问，狗头人一共亏了多少瓶？五级打八级。现在目前是五级打八级。他应该马上快六，我们的经验大概在两级左右。啊，不会说是差到三级、四级这种，两级左右吧。这波眼儿我就不插了，直接上去干他。四个药，跳锤、重锤、开翼、重锤、运度锤、锤、重锤接重锤，直接跳死。他们也算上。那波不知道他有没有传送啊，应该没有啊，估计。你能打过我吗？
跟谁大喊？跳死！游戏结束。你选择跟我打，让他打，他打人都不掉血，我们就补兵就行了。开一锤，重锤，晕住走。回家破败，来，别让他换了啊！我们不要扛塔，一定不能扛。这波奥拉夫来了，不用害怕。那个笨逼他没有，他没有位移，他也没闪现，他不可能追死我们。我们直接拆。直接走，好传送，跳小兵，这波往下走，为什么往下走？去吃口屎，让福耶哥，让福耶哥帮我们啊！半血差不多够用，他俩杀不了我，我开个大招，两百多护甲。先打狗头人，让他打狗头人，他俩不敢越，越我就走走。哎呦哎呦好，哎呀，这家伙，这减速有点多呀，这。有点小亏，亏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福耶哥没来。这种情况我让福耶哥过来，但是福耶哥没有来，这波福耶哥全责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把要是能输那就赖他，你不可能这波不帮我守。这种十三分钟超神属实有点难受啊！我在想我出什么血？快点过来，这块中路两个人，如果我能把这滑板鞋杀了，游戏结束。不要着急，先开一，差一点点没关系，先把它拍死。不要着急放 Q 啊，很有可能宝石有闪现。这一千拿的舒服。下路吧，哎呀，差点钱能买鞋呀！出什么鞋呢？出布甲鞋还是水银鞋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嗯，一会儿出招吧。五点半吧。五点半呢？嗯。这波我跟你们说，不要拆下路了，中路是一波机会。第一，宝石没大；第二，艾克没大。这波我们来中直接全杀。那女坦干嘛去了？
没有什么可以分心。没想到吧？试试看吧，没办法了，这二塔不能给他们。哎呀，我操！就差了他点儿那什么？哎，不是这两个人为什么没上去跟我打 AD 呀？减速太多了，没鞋。刚这波有鞋的，好像差一丝儿。真鸡巴烦！哎呀天！回家干嘛呀？你说？我必须得要鞋了，我们得等点钱，等50块钱。我这波估计是送了，因为宝石有大招，这就有点乱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就略微是有点乱了，得了吧，不行，结束得了。只能这波打赢他们，这波对面推二塔，我们家女坦只要控住这个 AD 就全杀，福耶哥直接把那 AD 一吸，我就把他们全杀了。对面艾克没有伤害，但是这个傻逼回家了，我们也没办法，确实挺令人生气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个法与对面指定是全部打我，我一上去就5个人干我。我们只要能把那 AD 杀了，对面就没有伤害。其实有点勉强了，你知道吗？当那个女坦回家的时候，其实就不能上了，少个人。劣势局还少个人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跳眼走吧，没办法，你像这种劣势局就不能有失误，失误一波就特别难打。那福耶哥那波他不帮我守，那狗头人吃两波兵，本来我用不着死。女坦回家没打死 AD， 连着两波巨巨。别往上除了，该除的时候不除，不该除瞎除。那宝石的英雄还烦啊，还有无敌。菜一个两个就算了，三个菜皮还碰一半呢，想想该怎么办。这有点守不住了，那宝石开个大，我上去就得让人秒。没办法，这宝石的英雄你说怎么整？到了，还有个虚弱，人家打团虚弱都不用帮。哎呀，得了，下马吧。嗯、还是个宝石，他要换个别的辅助，我跟你们说还行。你攒个宝石打伤害都打不上去。